11月24日晚，邓紫棋微博发文表示，当日在中山的商业演出被主办方以演唱会名义进行误导性宣传，并对到场的歌迷表示抱歉，称所有专门来看我的歌迷，你们的留言我看到，也很理解大家的心情，很抱歉让你们受了这些委屈，我已经跟公司沟通了，会让主办方给大家一个说法，对不起。随后经纪公司也发表声明，表示前述行为引发了非常恶劣的影响，我司已收到众多被误导购票的歌迷投诉，此举严重违反双方合作协议，我司予以强烈谴责，并保留对主办方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 NTV。